中有一点灵性，为咱通这条线，这是咱无量使咱的发性。无形拢是对天降，咱才有这么自然的心向着这个气力团。这个天依赖咱的灵的通，一世人咱就是要讲灵的顺，亲像元灵这么近，是咱对着无形的发性。咱爱顺甲定神，是灵魂伊的天界，嘛是咱母啊清净自在。一点是咱的本源心，出家伫咱的现世灵，顺着稳定的心，咱才有这么精的觉，是咱随着通灵的天性，母啊，伊爱咱花的种，一点有顺的灵气，咱再来讲应发先天的本性。无形伊爱咱这呢啊顺，拢是显明的神，咱才有这呢稳的天界啊。是顺着元灵的本性，咱再来讲顺母通灵。咱爱是这条灵魂恢复着咱的元灵，这是咱传法的灵气，嘛是悟出先天的本性，照着这么稳的天性。咱再来带有元灵这条本性，是咱以清净的天界。我会当顺驾是清净落驾，掀开咱个人的心，这就是咱通的正的元神。无形伊是完全拢清的。安尼，咱就会当讲顺驾，照着先天的理，现着这么顺的神，是咱无形这个天性。今日是母娘这个元能，伊要让我的灵来传话，这是我在世，我会当拢用着母娘这个大电筒。放出来的大电，予我用的，这个天理就是安尼，我才会这么顺意，因为这是先天老母啊，伊予我的，唔是我个人的想法、的意识、的意念。这个天是要我传话，我走今仔日。你讲的顺序是照着老母啊伊的真意，我来传着清净的母神。世间人就讲，就是讲我的意识，我会当讲讲出着即马源源袂断的，搁这么顺序的话，这是咧讲道理。我接到这个能源、这个气场、这个磁场，我才有这么稳、这么自然，安尼来表露的。所以讲，有人问我讲：“啊，你这是抄的，还是你这平常时所有背起来？”不是安尼，这完全拢是老母。伊的资源，伊要让我伫遮传呢，所以讲咱每一工讲的，敢若亲像咧学习，但是学习中，你会当阁学着新的资源，慢慢啊来，渐渐啊进。
修行啊，就是要有一个底，佮有一个耐心，安尼你才会当持久。这个坚持上重要，在世间，咱才有这个机缘，收回咱的本性，转回咱的天顶，就是咱天上的本体。这个天意拢是天界，因为老母啊，伊请用我啊。伊训练予我有到这个成熟，所以讲老母予我这粒种子，这粒种内底迄个籽，我有开眼有剥出来，所以讲我这粒籽是予佮原来迄个精密，这就是凡世间唔知影讲通灵的重要，慢慢。然后真侪人对亲像我安尼，咱这个灵课，咱这个灵源，大家就想讲要来修到这个程度。即马所有的拢是看册，拢是咧解说的，无我听到着这个真理是安怎来源，拢是意识较重。是安尼，咱才有这种特殊。讲二十多年啊，啊，搁有这个资源一直送出来。所以讲，我打破咱即卖咧讲灵修的人，你一定爱灵这粒指标，这粒指标，你才有迄个灵珠，你才有迄个喜舍。天下间就讲，你要别人好，喜舍就讲你要欢喜，将伊布施出来。这个是咱母娘，伊顺着这个天然，天然就是天顶所有能源，伊是自然安尼放出来，自然安尼焕生出来、溢出来、冒出来。这是咱上重要的灵修。所以讲，修一定要去行，行，咱一定要家己去自行、自证、自悟，因为咱的心脑多，你才会当入到咱先天迄个道气道理。你心若无多，你就离道真远。所以讲，佛伊嘛要搁念佛。因为心有佛啦，你才有这个佛性，你才有这个佛力，你才有这个佛力无边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所有的道理，拢是伫咱家己的心带掉来存在伫遐。修道尽在咱的心，你留会掉。心伊才有这个法，法伊才会当变通。道理就是要你通，互你脑筋会活，无互你拍夹，无互你固执，无互你所有的惰性、忧郁性，是咱要有这条现世的天性。咱人讲无互你小道啦。小道就讲，你这个电线有去有着，有着你安那搁甲扭，伊就分支啊，较无本来这么水，这么好用啊。是清净这个天意，因为咱当然爱会顺啊，会顺你就袂去拗着，嘛袂去接你，袂通。是咱在世间，咱拢是气咧转，咱活伫空气中，大家爱喘气。咱人是为这口气咧活，咧争民主的，是咱以这条
青天的神，凡世间的人离袂开着民主，就是名利财气，就是运。大家拜拜，拢是为着这四端尔尔。所以讲，今日咱拜神，要学神，神主要甲神合体，共同搁再高升，倒转来母娘，这个好所在，毋是干呐要拜神尔，毋是要求尔尔。所以讲，凡世间有真侪甲我探讨的，伊讲。啊！你就会通灵，啊！咱无爱用一个步数，啊！像什么人，什么人赚足侪钱呢？我讲钱有两款，一款是有形的钱财，一款布施是无形的钱财。因为一个有形的是福，无形的是果，拢是善。但是福报是伫这粒地球的，直接轮回，这是福报。今日要离开地球，也是住伫这个地球，你要有一个品格出来。所以讲，我爱是无形的财库，亲像释迦佛祖，亲像太上李老君，因为我要对我的师父灵宝天尊。才会当通灵这个世界，安尼咱就会当讲到这条灵性无形财的福报，因为对着咱观音佛祖，伊佛道双修；对着咱济公活佛，伊佛道双修。所以讲，慢慢你着理解，咱人一定要积福，默默耕耘，应得起来。今日咱的内性修，就是要你这个心品、心格，会当来完成。出世间，当来母娘家归圆，这个理念真少人知影。你一定要道理研究，搁研究世间一层一层，你去甲做出来，你才会理解了解。啊，若无你嘛是同款，甲平凡人同款。所以讲，有诶愿意布施，愿意讲道理，不爱讲钱，这个意思。因为伊知影这个戒规，伊不爱破戒，破戒就犯罪啦，破戒就破功啦。布第二，你有看诶无？所以今仔日，咱爱是家己的修炼，家己的保守，才会当永久性。向着青天这点灵气，咱是顺着通灵的神，不是意。神甲意就搁差去啊，神甲仙就搁差去啊，仙甲祖啊。啊，搁较大差，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性，咱再来讲顺家稳定心，真理是天灵性，爱咱转来有稳的心。今日落家，今日表示你这条灵修持的程度。你一条灵出来有稳无稳？你即马咧使用当中，就讲你要烧火的时阵，还是你要行家的时阵，人别人就甲你看甲一清二楚，你的基础，你现主持的程度，现主持修持的分数，今咱用安尼才当证明。个人修持的等级，无大家看拢是相共啊，会比会跳会唱啊，会讲会传啊。
是咱我定咧讲，唱跳甲讲诶，拢无好无歹。但是是咱即卖咧讲境界，就是讲咱平常时诶体会，你诶心性诶改善，你所有咧讲诶语言，有法度带人互对方会当搁甲引进无？啊是对方听到你安尼，伊就敢若像讲不动于衷，甲心无法度去甲伊相应。人对方就知影讲，你的灵遮尼久啊，啊搁遮尼懵懂，啊搁遮尼未自在，安尼要安那修甲自然？你无自然，你就无法度训练自省。这个听的物件，这个功用的物件，你要太接袂到，我就枉费你有今仔日这个天机，互你有这个生机，啊，互你有真正好的根基，啊，这机会就拢失去了。是咱有这条现世的天性，因为母娘爱咱的思念，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力，是咱爱有照着先天安尼来做。啊，你唔通让母娘伫咱甲母娘这中间，让母娘挂念你，你当时要倒转来，安尼就是不孝之罪啦。是咱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，啊，咱顺着通天的本性。今仔日咱有真济册写的、诗句写的，必先孝为先。即要讲就讲，必先孝为大。啊，即种大层的代志，咱在世间。然后咱两位老菩萨，你一定要尊敬这个菩萨。因为到现代佛啊，你唔尊敬，你阁尊敬外口佛。有诶修持无同哦，家己诶老爸老母，伊甲看无，阁出来外口拜这个佛，啊你看外口这个佛，伊敢敢互你拜？这是咱人的常识啦，是咱家己爱认识。今日爱捌代志呀，是安尼，咱才会当成样。完完全全拢是母娘的资源，要落来凡间教咱遮个所有的能力呀。是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但是我若无讲开，恁嘛当作我是咧请布袋戏，啊是咧人配影戏，安尼利益尔尔。敢像咧演土家戏啊咧，即嘛开始演落，啊你后头三点钟啊就收束啊，袂摇啊。是灵魂这个天性。今仔日母娘是要你改姓哦，啊！你来看，上米饲百样人，大多数啊，若无收饲，他90%，拢要爱有钱，阁有细面。咱即卖咧收饲的，他60%，拢讲伊要有钱，收养对无重要。那是我个人的调查啦，不一定修行就是拢好人，不一定无修行就是拢歹人。爱用着你这个塔卡啊，用着你所有的啊名判名理啊，去观察去判断，这才是重要啦。遐文字是无重要。你会晓唱，会晓讲，迄是粗胚，会判断了后，
你搁知影分明了，你搁家己会改善，这才是重要。别人修行跟咱无关系，迄是迄个缘造关系，是顺着这点灵气，咱只有回眸通灵。今仔日咱门拢开开，万免讲啊，你来遮修行，遮有啥物物件，有好物件，有好康的，有歹康的，咱唔免介绍，因咱无爱攀缘，无爱干扰着咱即马无缘遐人。这是我第一个戒啦，因为我的戒太济咧啊。所以讲，你无行入到这个正宗，你若未达到传法的时阵，所以讲，恁会当这个戒较无理解，恁会当安尼做，但是我都未会当安尼做，因为我要做一个标本啊。你做一个尊师重道无？你做一个老师，若无重到这个道规，你就无品。所以讲，我会当讲鬼神，恁袂当讲鬼神，因为价无够，恁所有了解少，所以恁袂当伤害你这粒心，过来分作两分对立。是咱有这条正法的天性，人拢是同款边仔一个人，但是养心无同。见心无同，想修炼，就是咱这条心，你爱看这，啊，你的心才会当较足适当的来放开着你的自然，对心量。是咱在世间量，就是咱即马咧讲寿年，但是修持的人。拢就是讲，我即摆修持，就会当长寿命。迄是一头尔尔。今仔咱咧讲个就讲无量寿年，就讲你即世人，你个业障，你个善业，都无所求啊。你个恶业，甲改好势啊，拢做甲到啊。无量寿年，就是讲你倒转来，咱的先天大，这个永久的天年。所以讲要讲空性，甲咱即马这个色性是差伫遮。但是咱人，你无可能想到遮，但是你嘛无这个机缘，直接烧食，直接烧崩，这个滋味。一定要亲身，我即马所有接应的，将着现主席的信息，就是即卖消息，讲予你听，我即卖接触感，安尼你才顺的去吧，切的去吧，啊若无恁嘛同款，伫个心的外口遐鹅尔尔，安尼你永远看袂着你的心，这个光亮，这个光明。是咱爱有这条青天的气，咱才会当讲顺界神，真理是天灵性，现咱转是无形清，今咱这个心神是清朗朗的，安尼咱才会当讲慧灵这么自在，因为这是天予咱的。咱看会到，你就会知影，是咱真正你的心神未清，啊，搁有一丝丝啊模糊，甲你卡咧，你看未清楚，看未明白，所以讲你会伫遐延迟，你会伫遐行未出来，这条道路，是咱恢复。清天的气，也咱为打开始，拢唔捌的陌生人来，
即卖咱甲回想，遐陌生人嘛是共款迄种程度。安怎讲？伊都无真正买，无真正心来甲采，真正心来要甲采用，咱的心一定条条好用。这有搁一个距离哦，所以讲有的是心一定袂落来，心伊咧赶紧，但心定袂落来，你甲心都袂合一啦，干那单一嘞。就拢未成长啦，未提升啦。一路照伊到即卖二十年啊，共批个啊，有起来无几个啊，啊拢是伫遐垫米糕啊。啊，你甲看安尼有路用无？了时间嘛，了金钱嘛，了解性啊。我讲半成品的上界歹价。半桶水的二六九，熬讲啦，袂遐好安怎做？是这条青天的心，咱来顺家的灵性。今仔日你真正捌道理的人，伊袂随便讲话。伊应该讲安怎？爱修这个天界，爱修地界。爱修咱人重要的话，因为你若凊彩讲讲的话，阿母啊，人毋知是真啊假。所以讲，我讲二十几年，伫咱姊妹咧甲咱教的这灵师，毋捌冷笑，冷笑就是无尊重咱姊妹这个道伴，咱的师尊啊。所以讲，是这么庄严的课。啊，咱平常时来，拢有大家方便，唔免收费的啊。但是咱会知影讲，这是足重要嘞，咱袂当甲放弃，放弃你唔知过几世，早我都听到这个真理。所以咱人卖有轻视，哦，这就是大团体，这有收钱的。都是正门的，今仔神，伊是无求的，伊是奉献的，伊是无助的啊，这个心态啊，是大家拢来的啦，这才是真正咱的正宗道教道门道家的法门。今仔我虽然无入教。但是我要以道来合咱的心一家，这个天理只有咱以清净，因为清净才会当皈依啦。你所谓万德无，伊就生万相啊，啊万相就兼会生兼会灭啦。所以讲母娘最重要的就是暂时的。就讲，你即卖你好康几年啊？啊，你都无去啊！啊，你如果心嘛拢清，啊，你就永远拢集中伫顶面，伫啊如如不动的本性。伊时阵你啥物拢圆满，你就免阁轮回受苦。是这点清净的天性。咱爱顺解天灵，尤其是咱的灵，你要讲一定要对头讲到尾啊，才收束。啊，你唔通讲严的讲台语，严的讲灵语，严的搁唱歌，严的搁吟诗，严的搁比比咧。安尼就是你的心乱，心未在。我要甲恁讲的，就讲你即卖要讲，一定爱讲到一个收束一段，安尼就表示讲，咱这个课有头有尾。真侪人演团就三分五分，若较有电的三十分，好就真欢喜。
那无电的时阵，你伫遐咧拍干落，敢若唱盘咧有无？唱了伊就搁顶头啊来，啊唱了就搁顶头啊来，老生常谈呐。搁较讲嘛，遐个话有无？爱着放掉伊啊，使性地啊。别人会讲啊我，啊我讲拢讲即几句，啊搁较唱嘛唱这个声音，你的用力无够啦。你的用心无转啦，安怎讲？你着行艰苦，你的心着向外走去啊。安怎讲？你这个心着无伫遮，你的心不在焉啦。修行着是上惊，你的心走去啦，心无带伫遮啦。所以讲，今仔日。咱修持就是心甲灵，要净化倒转来咱的原来本性，这是第一重要的哦。无人讲恁修持要做啥？啊，我着去遐听尔尔，啊，搁坐咧练练的唱唱的，安尼尔尔。过去啊，有一个地主啊，安尼伫台湾的遐。啊！伊时阵恁较少年，啊，就对面了有一张红气章有无？啊，咱就是浸，啊浸了，咱若总讲练练的有无？咱迄阵拢臭甲忝嘛，啊，摕红气章出来，互因敢若亲像咧补元气安尼有无？啊，伊出来人讲，啊，恁去后里创啥？无啊，就敢若啉酒尔。你甲听安尼，敢若昏去袂啦？啊，即嘛只系输这嘛安尼哦。啊！恁安尼，逐工安尼集合伫遐，啊是咧创啥？啊，伫咧修持啊！啊，修持是修啥物意思的？重要伫倒？我毋知呢，就唱唱安尼，敢若张丽双呢？你甲听，伊咧讲的歌条条有理哦。然后你甲问我，我都毋知。啊，你看安尼有落差无？所以讲人啊，你莫看伊修持，讲一大片，啊，是盲目咧讲的啦。你盲从，你知无？你的心袂清楚啊，叫盲啊打掉咧。所以讲，我毋知你讲修行啊吼，迄块膜啊，若甲你隔咧有无？你永远看袂透。讲拢随，敢若亲像咧讲的啊。咱遐师姐啊，过去拢一二十年遮个无，都传逐个嘛传，但是内底的意思伊搞不清楚啦。啊，就是啊，平常时你无用心啊。种个物件你若出去哦，房门咧甲地有无？啊，啥物收钱？是咱真正爱捌内容。安尼，咱才会当知影讲内底实情啊。今日修持，你真正心无力，你就免讲神甲仙啊啦，嘛袂讲鬼甲魔啦。啊，你如果心啦无在有无，你失去就对啦，失去就失力啦，神去就走去，鬼就来啊，你的病就去歹啦。修持有真侪人，还未过往，就去提舍利子啊，你知无？迄是假的，咱即马讲流啦，还是讲害病啦？迄是假的舍利子，毋是佛祖迄个舍利子啦。所以讲，咱人啊，做啥物代志，你都爱专心。一滴，啊！你若分心去，就害了了。是咱这条正法的天性，今仔开的圣王，要培养着咱现主时这子孙。从开的圣王，伊嘛无迄个力量啊，唔则佫介绍去咱正门的。天山天地，
伫遮尼大片的所在，所有的山遮尼长、遮尼高，你去甲天山只有看，你去甲新疆，还是讲青海山西要到的时阵无？你干那看到天山，迄三粒山，迄叫做天山。天山是规年拢细，过去有人咧讲，啊讲矮粒细。圣母峰这么高，都有人在爬啊！那个山有人在爬无？有看入的，无看出来啊！啊，你就知影讲，那个山内底有无偌阴险啊？因为关关家家，那个山你若叫落落去，你就无法度爬起来。所以讲，伊是大到这么大，会当灌溉前富康，搁一直落。后壁吐鲁番，甲咱所有的葡萄果用坎仔井一直引，因个水灌溉遐尼济，予人食，予咱所有万物来压水。所以讲是安尼，这个因果，这个天山再佫接阿弥陀山，苏联啊这边。这天山，再搁接咱昆仑山，青海这要落去西藏一个。伫这个其中，昆仑山甲这个天山的时阵，走一个头前走一个祁连山，重要的山，就青冈藏高原。今仔日。咱落去这个昆仑山落去，甲西藏有一个炼青唐古拉山，迄就是咱咧讲的讲西藏甲青海为界啊。伫西藏，伊个山遮尼悬，你要起来甲上悬，咱咧讲的纳木错，迄就要一工两工，迄是甲低一个湖。咱这个金刚杵，就是爱爬迄个山，头爱爬半步用指步，再去到迄个神湖，迄个神湖唔肯人落，水拢无用，清流油，是慢慢你才知影讲，这个天地一造化，唔是干咱伫台湾才看的这物件尔。是咱要有真法，这个天性，你才会当强着这种正念。今咱知影这个天地是咧变的啊，但是这个地物伊嘛是咧变的啊，咱人种嘛是咧变的啊。过去老菩萨咧去演的，顶演的，一直生一直生一直叹，甲咱即演的。嘛是同款哦，自然生，佮所来下缘的有生，佮即马了，唔食生啊！啊，你看咧人种是袂咧变。过去，阮是住草厝、土脚厝，南部是住扁仔厝，跌下去扁的，佮来遐厝，佮来楼啊厝，一楼、两楼、三楼、五楼上悬。即马你甲看。所以讲，三十年、五十年都换款啦。过去张英顺恁咧，阮伫遐客户遐帮，我十八岁伫遐，二十岁，因即马咧讲的迄个遐厝，啊，甲老啊厝，迄阵才起的，四十多年就变无效啊啦。伊就嫌的遐老，嫌的遐老无整理有无？所以讲，岁月。不留人啊！有新的，你大一两年是新的，了就中古的，中古了旧去，就爱拆掉。人嘛同款安尼啊，因为厝就是有形的，你命名就是有形的，啊有形时间就是这么短。想顺着这条灵气，咱会当讲通灵顺解神，唔再讲。张英顺因祖先有灵蛇，必善的，
顾伊好业，好业投资唔着一倒，投资若着有无？即马毋是凊彩，过去你若买着真正土地有无？再生要厝安尼啊，甲因大个迄阵放阮遮有无？遮若要去发展业务啊，但是伊就是有想要投资，来南部投资有无？嘛是拄拄啊好尔尔，啊人生就是安尼，机会叫失去，你要搁追倒转来困难啦。今仔日迄是暂时你看话哦，但是我即嘛是要搁讲入来即个修行哦。修行你即个心啊，若是外口人有无？莫讲善动啦，甲你讲者，你心动，你心走出去，你就害啦。我毋知你讲钱，大家拢要爱啦。但是我修行开安尼济心血，开安尼济钱，动用几家人，你也看，你一两句话，安尼敢会打动我的心？较济钱我就开落啊。所以讲，是咱要借着地庙，予咱的运费，地庙予咱有这钱，咱会当用这钱来做。天书就是圣书啦，其他免阁计较，嘛免讲啦。所有你若赚着钱，你会当做圣书、天书，为公诶，为公就为无形啊，为天做啊。啊，这才是第一有智慧诶人啦，毋是聪明巧诶人啦。有你若讲赚钱赚到规个，嘛毋敢去行蹲到规个厝。啊！你到尾也是要做啥？变废纸尔尔，无用个咪讲。到尾啊，我要醒起来，五十外天要醒起来，迄一礼拜，啊，规间拢赚纸钱，啊，甲这条命有无？伊讲啊，你是要命，啊是要纸钱？伊讲啊，我拢活啊啦。去甲土地公遐，咱要入要地府，爱有入要土地公遐，遐有四个门。生老病死，所以讲你爱看你入要倒一个门，所以讲王阿知影讲，托你讲讲，啊你唔当入的啊，你入的稳死的，你紧转去，伊即马快啊，地府啊，甲咱即马咧讲考大师有无？甲较早阮一个朋友做文生啊有无？你听伊咧讲，你就知影。你无去看到真诶物件，用讲诶用听诶喎，拢是麻甲病尔尔啦。你毋知影即个物件喎，是偌艰苦啊，行未去啊，大烦恼。正天诶灵性，咱只有顺甲入着，因咱爱是顺甲诶心，有伊诶经过，有伊看过诶，甲咱暗时。开台圣王，甲中段元帅，甲济公活佛，甲我的老师药师佛，带我出去游景，是相共的。所以讲是安尼慢慢，咱才会当体会一条灵伊的完全性。所以讲，咱要讲的是真正全部、全部。毋是骗步诶，毋是单步诶，是咱有即条清天诶灵气，转着通灵，咱诶心清。是咱元灵即个天意，我定讲即个局是咱紫微大帝。我讲一礼拜时阵，伊就讲即局伊要来促成。今仔日。咱这个叫，就是咱即马讲孤零性庙，抓头、良心、孤脚有迄个尾流，紫微大帝就是万千的教主，所以讲伊用抓就是火，孤就是水，安尼才会当配合
龙，伊就是所有的动物上界长、上界有力的变化主宰。所以讲，伊是徛伫顶啊，这个天顶。所以讲，我阵看到这只是天的一半，刷的天星拢光影影，拢是真正黄金色的。所以讲，我才慢慢将着这个拢甲记起来。啊，搁到96年6月7日暗时3点，我的灵脱出去，一只龙甲我卷咧，去咧甲天顶我落来。啊，我想我着定定去，到尾也再去看到，咱观音佛祖甲我收去伊的迄个手腕内底。啊！这边西方金庙，伊再用迄个金光拍五界，四一界，搁四一界，搁四一界，叫我看伊个面，爱永远会记咧。这是梦境所看，但是我伫这个白日时，下昼是3点，伫咱五指山下啊，这个观音后壁。迄、那个地庙八卦，迄、那个塔，起来甲头第4站，忽然间伊叫我停咧，我将我看山，遐有一粒石头，才看到讲，哎呦，不比佛祖，奈伫遐顶头，搁看一个较真，才知影讲一尾龙，为山顶爬落来山脚呼叫，我到尾也看到山顶遐。叫是龙尾，伊敢像太阳安尼天开日好，敢像咱的开始天开去，到尾也毋是，是一粒球，一只虎打嘞，一脚打一粒球，从龙虎迄时阵就出来。今仔咱这只虎毋是地虎，地虎就一定爱伫个涂骹，伊是伫山顶，所以讲咱就讲叫做天虎。天虎是踮个菜刀顶的，地虎是在刀脚的，是有种种的演化。咱这个剧、这个盘，再来造成。啊，这就是要教化咱世人，老母伊的用心，伊的苦心，伊为着要提醒这个囝。要让孩子倒回来团圆，所以说他用尽脑汁。打之前那两个书，那个书也书这有无？我说你一定要在天地有无？那大几天啊？因为我108天，深头去有10个人，所以说我在那个古洞就是母娘这个庙顶悬迄个，或者聚仙洞，伫遐传到第3天大哭，老母娘落架，才知影讲老母娘啊，伊求甲剩3寸，拄好咱倒转来做一支通灵管，要讲嘛会当讲通天管，一支竹啊，张仁纯刻的，了后刘伯玉天津。伊阁出两支，要请张仁纯刻有无？竹头无够，因为这是竹头做观音面嘛，所以讲吐咧，迄竹啊都无肉去啊。张仁纯讲迄袂做。上苍啊，伊是予你一次机会尔，无可能讲你安尼嘛是同款，你安尼嘛是同款，安尼上苍就袂当讲。归元归一啊！所以咱人这世人，伊若拼无过，你也是同款直接拍车轮啦。轮袂离啊，轮替袂离，你知无？是咱爱有这条现世的天性。即马咱灵修是无进步，到我即马这个层次哦。阿嬷若进步到安尼哦，咱这神，你会一直讲一直唱嘛？阿嬷这课就重要啊！释迦佛祖伊咧讲课的时阵，伊咧讲经的时阵，拢无重要。盖涅槃的时阵哦，遐道地啊，
拢来的时阵，才开始落去写。迄时阵阿难尊者，伊跟随释迦佛做二五年，迄阵伊真正，这个灵还袂通啊。所以讲，释迦佛做，伊修二五年，才知影咱所讲的这个心灵啊，这个自然法。了一直讲，伊知影的时阵，阿难就去啊。所以释迦佛祖伊恭敬四十九年，阿难尊者伫伊边啊服务二五年，是咱伊这条正天的起源。今仔日嘛有二十一年外啊嘛，但是咱是加倍搁加倍用功，毋是糊里糊涂讲我未买，这是母娘嘛是开台圣王。嘛是中段元帅，所以讲，伊是要来做这个局，要来教育咱即马即个凡人，互你个提升，徛伫咱诸天者有用个即条路，是咱有遮尼稳定个天界啊。但是这是缘分啦，有诶真深做嘛有啦。但是拢是素素啦，敢像咧登卡路有就好啊。所以讲，有诶修持二三十年，伊嘛是爱咧办事，办事是上初步诶，迄是为第一来开始呢。我定讲，你一定爱讲道理，讲道理才会当救众生万人。你办事是干呐讲，你只要偷窥。你是要渡一条英灵，还是要渡一条刀棒的，还是你这么两个公妈要化解单数的而已呢？啊，无我袂讲，凡事就是这么粗破的，因为咱救一个人啊，甲恶母同款啊，恶母的，互你讲一支大刀啦，一支剑啦，双刀啦，叉啦，互你上解用啦，一个对一百个，你就喘平平啊。但文官啊，一句话啊，会当予你一国、三国、五国有偌战乱？你看，啊，这生命会当震动真济。所以文官一定爱真正修会知，这个心就是话啊。你知咱这个嘴有无？有嘴手，有嘴唇，有嘴齿，来保护着咱的嘴舌。表示你咧讲话爱善思善思而修行啊，善思了才行，才去做。这个天理只有安尼来，所以讲我咧讲经，未紧也未慢，因为伤慢有无？听的人艰苦，伤紧的人听的人有无？都还未出入的，你会听觉的时阵无？你就搁来啊，伤紧。我毋知讲准坐嘛伤紧，咱新娘啊嘛伤紧，阿爽啊咧讲拄拄啊好，但是未清楚。今仔咱咧讲个就讲神是清楚个，神是清明个，神是清净个。所以讲你要代表神讲话，力量爱有够，爱会行，即个神伊出家。咱爱是真理的灵气，今咱关伫遮，心关伫遮，神就浮气，恁阿爸成作用啦。所以讲你有神气那是，你就慢慢这个神的光就一直发。你阁无补元气，安尼你这个神就反过来变鬼。因为明的变过都暗嘛，啊暗你看无有无，都阴森森啊，地府都阴森森啊。所以讲，因咧放假有无，爱出来这个空间啦，伊才会当受到咱即卖咧讲地瓜青有无，该普照啊，该照耀，互伊温暖呐，互伊有这个元气啊。之前有话咱总统啊，皇冠有无，啊都爱放风有无？出来有无？你久拢关伫内底啊，拢见暗啊，
无看到日月清神有无？出来伊用骗的喔，咧草用骗的喔，甲食酒醉安尼喔，迄是即卖咧看阁会使呢？较早是家奴呢，土奴呢，土奴是啥？边仔拢甲你框起，拄甲你顶面一旁啊尔，安尼看你会艰苦。要看侪你嘛无法度看侪，做工过你也无法度看，做工过啊食阁食歹。啊，你才想讲过去。咱的周文王，伫咱的周礼有无？受到纣王甲关咧，再以先天八卦来甲画作后天八卦。所以讲了周公，才有做一寡有无？遐个是咱讲叫做下士有无？这个意思，是这古圣先贤。伊慢慢流落来，这个天地的法门，今仔日母娘啊，真无易，真无容易，互咱这粒子有开。所以讲，我愿意跟随母娘来伫遮，照母娘啊，安尼来练习，安尼来讲话。但是我是知影，这是真好物件。但是个人去选对啊，你今日选对，就是你的选唔对，啊，你就是搁再来一次。选择就是分明啦，分明你会去摕到，啊，是你无分明失去，这个意思嘛，嘛是选择，嘛是你了解啦，是咱有这条正法的天性。咱再来讲顺界天命，伊会伫我无修持以前，我的心就讲一世人要好个，要好看安尼尔尔。彼时阵的心智嘛真大，但是到后壁我才知影讲啊，这就是暂时咱用的尔尔。啊，毋则讲这个无形的再用真虚妄。用武则天，用到慈禧太后，用到咱所有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帝王，伊暴君、昏君，啊，咱即卖来讲文王，伊毋敢甲反，因叫武王再来反帝，武王要反帝，爱判因老爸啊，会神主牌啊呢，安怎讲？唔敢讲，啊！我是亲生，是老爸亲祖辈啊，有无？咱爸仔囝来抗争这个暴君呢？从过去的礼节有无？咱是无法度去了解啦。但是咱知影讲过去有干神忠神，必干文财神啊。就是讲，伊讲，帝王你安尼做暴君，安尼你敢若享受，啊，佫遮尼百姓有无？你真正有无？你爱用心呐、啊！啊，帝王讲心伫倒，不敢讲心伫遮，就叫两个甲抓来有无？甲不敢的心取出来。啊，所以讲不敢迄阵大有无？咱武王啊，为着要感恩不敢伊的忠心嘛。王啊，本来大是病，所以讲伊才来甲伊甲咧对方啦、啊。毕竟的蒙有无？造一个蒙古，后壁有一个蒙古，所以讲有蒙古是为周朝来。无咱本来拢无蒙古啊，啊咱即嘛免阁讲蒙古啊啦，即嘛都是粒红啊尔尔哩。所以讲，这就是要了解咱的历史，伊的由来。所以讲，咱慢慢家己想会出来，啊，这就是咱要去了解的。即祖先因过去生活方式，是咱一点青天的灵气，咱的转甲通，既然咱通心的烦就少啊。如果心若烦，你就袂通就塌咧啊。所以讲，真正咱人的心的力，你的心若放过。得饶人处，且饶人。
你会当原谅人，会当帮忙人，会当教育人，会当拯救人，咱就爱安尼做啦，莫固执啦。所以讲世间事啊，你一定爱真正，咱的心去用出来，这才是真法。毋则是讲天是一个体，咱所有万灵万人是一个用尔尔。所以讲是一个造化，是一个运作，运作就是用啊，造化就是伊即卖咧讲的进行啊。照安尼大自然安尼运行啊，伊讲无输啊。今咱运用就是个人的接受啊，但是你要安怎以书献功啊？这是咱在世间咧讲的，就讲反背你啦。但是你要倒转去，一定爱逆倒转去啊。这是咱所讲的。你一定爱吃苦，你一定爱洗你这条心，莫有贪，莫有嗔歹性，莫有痴，你永远拢袂醒啊，拢是伫食哦，干怎食怎放的呢？是咱真正要明确的了解性，一世人咱要来对得起着这个地表。予咱的温情，但咱人拢是毋知影讲，即个地表伊是安怎生活的。啊，你会当看，即个草木、风春伊就生啊，见树伊就变黄去、变孤零去啊。啊，你就知影讲，即个生死，春秋二节，就是即个意思啊。半年半年，你就看会当清楚啊。啊，要永远的有无？只有上顶门尔尔，格局啊。所以讲，过去有一个四君子、四君子，就是每人局着。啊，你啊看天地有无？会当受着生死，拄好咧想。所以讲，是安尼，你才了解讲，这个生物，咱要亲像上，要亲像蝶啊，要亲像门局，安尼才是脱颖而出啦。今日几啊百拢是假，但是其中一只凤凰一定较特别。今日收持足济咧，你今日行会出来，你一定甲别人一质无同。所以今日母牛伊是爱质，外量，质就是品质啊，优质啊，你是上好的啊，这是母牛要甲你认。所以咱高高爱支持嘛，我毋则讲即马上拍拼的，拄好干那咧分分书一个甲彭安国，伊本来共租厝的，然后有一个机缘，人一块地要卖七百几万，啊伊有去甲人划价去买着，啊即马有去替谈，所以讲因的烟花，伊讲李司长有食，我讲啊阿妈这酒店人多。有可能降一半，伫这个本本书这只，这是提醒的话啦。本本书这嘛比佫较侪好，所以讲，咱理事长若佫较用功、较认真嘞，电话较接关心嘞，佮人有小可联系嘞，机会真大，伊会当承担着咱这个本本书。所以讲。做一个头人啊，你电话一定爱共问安、问好、关心，啊，别人甲你报告有啥物困难，有啥物病症，啊是讲有倒位袂当过，啊是要做啥，你再来甲会来看要安怎做，这才是推动啊。啊，你市长若阁真正讲注意无够无，啊，这就比较较实际。所以你来看，彭安国甲迄个本本书者边仔遐个人拢袂晓呢。过桥者阿明啊，我嘛是要甲砍啊，太子个啊，但是都毋知怎讲死去啊。啊，即嘛再换迄个有无？迄个书者有无？矮矮啊，连跆拳道迄个有无？啊，佫尾也出一只乌虎啊，
干那伊两个咧演练，甲本本书记，新的遐拢袂晓。所以讲，因安尼，因就要甲演起，啊，咱遮尔侪人，你甲看。所以讲是个人，你若唔知，即嘛甲你讲，你着爱真正安尼做。你有安尼做，家内着平安啦。因为理事长吼，就是敢若像讲签头嘞，有好有歹啦。所以讲，你真正咧惊歹运，一定爱母娘来甲你担保啦。啊，你若唔做有无，啊是做无出来有无，实在有影艰苦真济啦。是用安尼来激励啦，但这嘛无绝对。但是我咧讲呢，可能有89%会成婚啦。因为过去我办事的这个准确度，我拢讲是89%，无100%啦。是咱这条青天的精气，咱再来讲顺驾如神，恢复清净这个天性，爱咱转无形境，大发天意灵天性。降在无形这条心，好啊！